原标题：揭秘故宫馆藏十二美人图，看宫院女子的闺中情趣。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一套清宫旧藏美人图，共十二幅，是由清初宫廷画家创作的工笔重彩人物画，每幅尺寸相同，均纵184厘米，横98厘米，绘在品质精美的卷底上，以单幅绘单人的形式，分别描绘十二位身着汉服的宫院女子品茶、观说、沉吟、赏蝶等青鱼情景。图为博古幽思，侍女坐于班主椅上垂目沉思，身侧环绕着陈设各种器物的多宝阁，多宝阁上摆放的各种瓷器，如仿汝窑瓷器、郎饶红釉僧帽壶以及青铜壶、玉茶瓶等，均为康熙至雍正时期最盛行的陈设器物，具有典型的皇家的富贵气派。这些器物不仅增添了画面的真实性，也映衬出侍女博古雅玩的闺中情趣。此图名叫《丽池如意》，这套图原是原名原深柳图书堂围屏上的装饰画。雍正帝当年对这套图屏十分欣赏，为了妥善保管，传只将它们从屏风上拆下。不仅如此，清档记雍正十年1732年八月间又传旨将拆下来的这十二幅图这垫纸衬屏，可配作卷杆藏于宫内。事隔270余年的今天，此套图屏仍保存了完好无损。池表对局，侍女手持精美的珐琅表坐于书案旁，桌上瓶中插有菊花，点明了时值八月时节，菊花清高典雅，是秋季重要的观赏花卉，被赋予坚贞、易瘦等含义，同时又以其素净优雅的自然美而成为女性的头饰或居室的点缀品。背景墙面上悬挂着明代董其昌的诗句，不远处基案上的西洋天文仪器与女子手中的珐琅表，表明西洋物件已见为宫中时尚，以踏观阙。室内侍女斜倚榻上，把玩着合璧连环，室外喜鹊名叫喳喳，女子目视喜鹊不觉入神，画家意在表现冬去春来，女子观赏喜鹊时的愉悦心境，但却不自觉地将宫中女子精神空虚、孤寂压抑的心情溢于画面。被屏上书满了寿字，虽有其寿延年之意，却也不敌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期盼。烘炉观雪，侍女临窗而坐，清闲帐帷，观雪赏梅，户外翠竹披霜带雪，玉寒不凋，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。白色腊梅则以万花赶向雪中鸡，一树独行天下春的风韵尽情绽放。梅花不仅是著名的观赏花，又以花分五瓣而拥有五幅花的美称，被人们用以寓意幸福、长寿、吉祥。铜印品茶，侍女手持薄纱完扇，坐于茂密的梧桐树下静心品茶。茶饮原是一种日常饮食行为，由于品茶论道的盛行而成为历朝文人士大夫中的风雅之事，逐渐提高了茶的境界。途中月亮门内有一黑漆描金书架，满含的书籍不仅为画面增添了儒雅的书香气息，而且与侍女手中的茶具相互映衬，表现出宫中女子的文化修养。美人展书，单纯皓齿瘦腰之，斜倚云龙睡起时，毕竟痴情消不去，香边玉盏又凝思，竹下缝衣，清风徐徐，红烛摇曳，侍女行于女宫，在烛光下行针走线。女宫包括纺织、刺绣、缝纫等，古代隶属于衡量女子四德妇德、妇言、妇功、妇容中的妇功，是评价女子品行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。因此女子们无论贫富贵贱，均以善女宫为能事。此图中女子蓝指青捏，针线穿行，低眉落目，若有所思。明窗外一只红色的蝙蝠飞舞在翠竹间，红福将至的吉祥寓意巧妙的蕴含在图画之中。倚门观主，庭院中花草竹石满目，并摆放着香兰、月季等各色盆景，争奇斗艳，以婀娜的姿态点缀出俏丽的景致，
侍女倚门观望着满园春色，举止间似乎流露着淡淡的探春情怀。捻珠观猫，侍女于园窗前端坐，轻倚桌案，一手娴雅的捻着念珠，正观赏两只嬉戏顽皮的猫咪。此图的取景面很小，仅透过二分之一的圆窗来刻画繁复的景致，但由于画家参用了西洋画的焦点透视法，将远、中、近三景安排的有条不紊，从而扩展了画面空间的纵深感，显得意韵悠长。窗下钟声滴答，近处猫咪玩闹，时光便在这似有似无中悄悄流逝。敲下赏蝶，户外湖石玲珑，彩蝶起舞，萱草含芳。室内侍女手持葫芦以案静思。此画描绘的虽然是侍女夏日休闲的情景，表达的却是几生贵子的吉祥意愿。萱草又名忘忧、露葱、草木，即为妇女怀孕配其花臂生男，因此它有助于孕妇生子，又有宜男萱之美誉。葫芦属于生命力旺盛的多子植物，常被用以喻百子之意。画家巧妙地将萱草与葫芦绘于实侧，掌中既增加了画面的观赏性，又蕴含了求子的深意。求妆对镜，侍女身着求妆，腰系玉佩，一手搭玉暖如玉寒，一手持铜镜，神情专注地对镜自赏。但溪流光暗竹房的无奈之情溢于眉间。画中背景是一幅墨迹酣畅的行草体七言诗挂轴，落款为破尘居士体。破尘居士是雍正皇帝为雍亲王时自取的雅号，表示自己清心寡欲，不问荣辱功名的志趣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